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是落播我不讲场，有我余荣耀和郑仲辉。宇顺你好。辉哥你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今集讲讲这个新冠的疫情。新冠病毒呢，那个疫情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呢，就近日有一些变化啊。其中一些地方就比较平静的。又有些凌厲了都有的，即例如說亞洲，即香港呢就比較緩和了一些，台灣呢就多了一些，另外呢在我們鄰近的地方，即大灣區之中呢，兩個城市就比較多了一些，它不是多得很緊要，但大家都提起了警覺。這兩個地方，一個就是廣州，即廣東省的省會，另一個就是佛山，咁呢兩個地方距離澳門就比較近嘅，即係唔同話韶關啊上啲嘅地方。咁所以咧，珠海嘅朋友咧都提高咗警覺。咁亦都我睇到咧，即係珠海都發布啲信息咧，就教嗰啲珠海嘅居民啊，同臨時逗留嘅人應該要點做。我諗呢個即係疫情咧，啱啱調翻轉，喺早一個月之前咧。在美國啊、歐洲啊、印度啊，是非常嚴重的。印度都仲未走出嚟。印度咧都係屬於亞洲啦。咁啊，即係換句説話咧，即係我哋講翻轉頭咧，亞洲又嚴重，咁去到咧而家廣州同埋佛山咧，又好耐平靜咗噶啦。咁啊，突然之間又有呢啲咁嘅即係病情嘅增加，咁啊令人哋好擔心。尤其是而家出現咗。一啲變種啊，係一點乜乜乜乜好系列嘅變種，咁有啲就講印度變種咁，呢個用地名去講咧就唔通嘅，除非你真係詳細啲講喺印度出現的，咁就話可以嘅。我而家講兩個咧，就係印度同埋英國啦，越南亞洲嚟講印度，英國啊減弱咗啲嘅。喺呢度咧，我諗最即係而家最近嘅。好熱一個即係大家去討論嘅話題咧，就話好敏感呢個話題，係應唔應該注呢、這個注射呢、這個免疫？但我記得上次我同你都講過啦，咁我係建議咧，因人而異，自己去為自己去決定，就千祈唔好監18歲或以上嘅家人去打或者唔打，你監佢打。又可能唔開心，監佢唔打又一樣會可能唔開心。嗱，至於18歲以下嘅，咁當然由父母同監護人決定，咁呢個冇得講啦嚇。咁啊，要由醫生去判斷啦，佢嘅體質啊，適唔適合打啦。嗱，當然有好多嘅言論，即係或者有一個輿論啦，一啲或者 KOL 咁佢講，即係打，有啲又話唔打咁樣。當然兩邊都有他們自己的觀點。這方面呢，我跟你都說過了，我想我們都不會著墨太多去刻意叫人打或者刻意叫人不要打，這樣呢即可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的。我們都同意的，整體上如果接種的率高呢，那個地方是會安全一些，我想大家認同的。現在呢，因為最大的分別呢，就是兩地的政府呢，在即係鼓勵人哋去注射疫苗的方法同埋態度是不同的。咁即係呢個兩個不同咧，大家亦可以咧，我哋作為其中身在其中的一份子，能夠我哋澳門啦，係嘛？咁香港咧，而家咧就話如果你打咧，就可能咧會收到層樓。咁你打咧，可能咧有日假期，你打用好多呢一啲嘅即係。有一些的好處，我不要說你有了，你說直接說你有都可以，你說鼓勵都可以，鼓勵也可以，這個無不可的，輝哥。但是呢，即是他是當做一件事，他出於他的熱心，而打呢，我剛才都說了，即我不鼓勵個別的人打或者不打，但整體上當然你打得多的話呢，整個城市的安全度是提高，冇理由個個接種了仲容易去病啊！呢、這個冇理由嘅，除非有新一波係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香港而家最近咧就係今日啊，即係我哋而家錄影嘅日子係6月3日2021年，咁咧就話已經係好快脆
係批准咗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啦，我哋講冇話兒童啦，少年啦，中童就真係十二歲，非法就叫中童係嘛？咁咧就即係鼓勵佢哋，唔係鼓勵，係佢哋可以自主去打。係唔一定要講先，唔係鼓勵，係可以可以去打啦，好清晰。不過今日咧，我想重點傾嘅就唔係呢個接種疫苗嘅，我想講疫情之中，我哋有一樣嘢係比較。近日啊，論論盡盡嘅，就早幾日先發生啊，就一日之內兩次個健康碼嘅電子系統出現故障啊，咁啊較早咧就試過又話人哋侵入啊，嚇咁整下整下有啲人就埋怨啦，喂真定假侵入，總之係唔得啦，咁後屘話又唔係侵入喎，係真正有問題，咁我覺得咧呢個系統咧，即係既然成日有問題咧。就先要搞翻好佢啦，呢個第一啦。咁另外一個，我哋唔用呢個報健康碼嘅方式得唔得咧？咁我想提出嚟同大家討論嘅。嗱，我諗咧就健康碼佢最大嘅功能咧，係即係個追蹤最大嘅功能啊。當然啦，你現時嗱，佢會體驗幾樣嘅一啲嘅結果嘅。第一個，你有冇驗核酸啦？啊，第二個咧，你有冇去過？所謂而家叫你唔好去嘅地方，你又隱瞞，咁由嗰度翻翻嚟。嗱，而家大數據嘅年代啊，如果個系統成日冧嘅，就或者佢寫得唔好，或者佢軟硬件之間嘅配合唔好，咁可唔可以另外有個更大數據嘅系統，就係話連通我哋嘅過關嘅系統？咁好啦，你出入境嘅時候咧，假如你呢個人鄭仲輝咁係嘛？已經接種了疫苗，又或者你已經核檢，冚唪唥喺嗰度有曬喎、甚至調翻轉頭，你係應該要隔離嘅、包括喺個酒店入邊隔離嘅指定嘅叫做醫官酒店。咁過關有齊曬，咪唔使逐個個自己編碼咯。即係你過關嘅時候咧，自助好用人手自助有個燈啊，哇！你輸入咗嗰啲嘢咧，原來你過關。就好似個人犯咗罪咁啊，嘟一路響啊，係嘛？咁啊，陳大文唔俾佢過關，就埋嚟招呼你啊！咁啊，好過個個人都要特別做個碼啦。嗱、當然咧，而家咧，我哋呢個系統咧，主要就係睇門口嘅，主要係啊，即係包括有睇大門口，包括睇細門口。大門口就係我哋所有出入境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去機場啊，去香港啊。係內地有咁幾個點啦，西門口咧就係我哋去一啲特定嘅地方。嗱，我就認為咁樣出入境咧可以採取一種合作嘅，有啲國家同地區或者城市之間咧，佢 check 你帶入嚟嘅嘢 ，check 你入口啊，一出口可以寬鬆啲啊，入口咧佢要嚴驚你帶啲槍支或者毒品入嚟，即係咁。但係呢啲健康嘢咧就嚴 check 出口啊，因為咧你自己嘅市民你自己掌握。佢啲數據啊嘛，係嘛？咁當佢離境嘅時候，有乜嘢嘟響就得㗎啦。咁就多個系統啦。太平盛世嘅時候，即係乜嘢都唔使啦。但近日你睇到嗱，有啲話突然間用手填啊寫紙嘅。咁寫紙你都信翻沙士年代，你都係信佢啊嘛，有事然後追蹤佢啊嘛。咁用紙嘅，倒不如用嗰個大數據系統連通咗嗰個證件有關嘅嘢。咁睇下當局可唔可以諗咧？唔係話淨係為今次諗添啊！日後有其他嘅大龍鳳出現嘅時候，用呢個大數據好過你臨時一個又將來一種好似健康碼咁嘅嘢，又成日彎神嘅。其實咧，今次即係嗰個疫情咧，亦係帶出咗一個電子化對我哋生活啊！其實我哋幾樣嘢帶來好處，帶嚟不方便啊！呢個因為你個故障容易嘅時候，我哋帶嚟不方便咧。老實講一樣嘢啦，就總體嚟講係好咗嘅。即係你記唔記得當年我哋去內地咁啊？即係要填嗰張紙，其實個個都係鬼畫符嘅啫嘛。其實都係嘥紙嘅。我直情講喺今時今日，我講佢係嘥紙嘅。嗱，另外有一樣嘢，最近嘅措施啊，就係凡係澳門嘅。人在澳門出現的人，當他醫院看病，假如他出現有發燒的症狀，就強制要核檢。這個我絕對同意，因為核檢不難的，強制呢
係保障到佢個人，又保障到其他接觸嘅人添。嗱，當然咧，就疫情嚴重之後咧，好多嘢咧係會強制嘅。啊，即係譬如我哋去過某地方，一定要我哋強制隔離14或者21日啦。咁我諗咧，即係呢樣嘢咧，我哋上一期我哋記得講過一集，就係話有一位澳門嘅居民啊，打咗兩針之後咧，就去咗好多地方啦。嗱，呢種咧，即係其實咧，就係、是、如果我哋調翻轉頭嚟講咧，係為咗嗱、我相信佢唔係去住做生意嘅。如果咁嘅生意就好大嘅啦，去咁多國家，因為呢個佢試過係檢測係弱陽，所以都有問題。另外有一個好可惜啊，即係打咗疫苗，接種咗一位葡籍嘅男子，就48歲就不幸偶合地喪生。所以咧，即係大家咧。在這裡，所以我們是真的不會去鼓勵打或者不打，我們很早我們都可以分析讓大家自己決定的、譬如你經常需要去不同的地方，真的要周圍去，而是跟你營商、或者你一些工作任務有關的、可能打會好一點。不過呢、又說回第一句說話，即是我們 touch wood、就說假如真的個疫情突然之間多咗幾單，咁咧大家咧反而去打嘅意欲咧會高啲嘅。係咁啊，歐陽余司長講過啦，如果係出現一日確診係10單或以上咧、就有應變嘅措施。咁呢個好啊，即係政府自己諗定一套，就好過到時臨急然後先抱佛腳，係嘛？咁我哋都見到啦，澳門嘅一般居民鬆懈咗，有時去好多地方唔戴口罩啊。或者在啲飲食的地方太多人聚集啊，即係我覺得咧係唔適宜太多人聚集。你講到鬆懈咧，即係係比較以前就鬆懈咗好多啊。即係我自己咧就感覺到一個問題。嗱，我都有去珠海，呢、這個並非咧係我哋將我哋同珠海比較，呢啲無需要再比較。我哋比較翻自己地方啦、無需要再比較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咧，你要記住。澳門人好多都去珠海嘅，啊咁好多去珠海咧。如果你喺澳門習慣咗鬆懈咧，你去到珠海咧，你依然你或者帶咗個病毒，你更加鬆懈。因為點解咧？澳門咧，你喺街度可能10個人有8個帶，2個唔帶。咁你去珠海可能一半帶一半唔帶。另外一樣嘢，我私下同人傾偈，係我啲不成熟嘅私底下問人調查，唔好卷噶嚟得出嘅。戴口罩，你都尚且見到好多人戴喺澳門，勤搓手啊，嗰樣嘢減低咗啦。我諗你自己都比以前少咗。勤搓手唔係洗手啊，係用嗰啲含有殺菌嘅化學劑，包括酒精啊，嗰啲叫做勤搓手係減少咗嘅。但因為好多人經過，因為咧有我就建議唔好減啊，因為我見有好多嘅超市場咧係500ml 嘅。搓手液咧，賣25蚊到嘅啫，唔貴嘅。咁啊，有啲人嫌麻煩，有啲人嫌傷佢嘅皮膚啊。唔能夠嫌麻煩嘅，嫌傷咧咁，因為你皮膚有唔同嘅特質啦，咁你另外處理啦，冇得講啦。但係如果以往得嘅，而我形容佢係鬆懈咗咧，唔好鬆懈，即係要仍然係常警鐘長鳴嘅。嗱，呢樣咧就喺好多嘅研究所得出嚟嘅結論啦嚇。其實咧就戴口罩咧，係淨係戴口罩係唔夠嘅，係不足以係手可能會因為你手咧即係好多動作會摸啲公眾嘢，可能會到你嘅身體裏邊啊。最簡單啊，你喺公眾度辦手續，啱啱唔記得帶你支私家筆，你用佢支筆。而家都有好多講法就話，盡量唔好用私家筆。咁有時冇辦法用咗點啊？咁用就係用搓手液咯。但係而家啲人鬆懈咗，可能佢個袋手袋啊，都冇搓手液嘅。曾經有時期咧，啲人周身攜帶啲10ml 咁啊，係嘛？所以我覺得咧呢方面鬆懈咗。另外一個鬆懈咗，嗱輝哥，你同我睇下，你係咪都留意到啊？或者你冇留意到，你諗翻啊，升降機入邊貼張膠紙喺個掣。有時佢貼咗兼勤換嘅，而家你覺得係、你話俾我聽係咪鬆懈咗？就咁樣，我接觸到
幾個嘅啫，因為經常翻工同埋翻屋企咁最多。有冇鬆懈咗啲？我嗰度咧就冇嘅。咁啊點解咧？我又睇到啲管理員咧係定時定候，佢哋唔係換嘅，佢哋又用酒精抹翻佢。係咁啊，有嘅。若干時候要換嘅兩種嘅嗱，定某個時係抹，定某個時係換。不過咧，但我覺得咧係比起舊年。同期是鬆懈了很多，即始終一樣嘢咧，就話如果等到疫情嚴重先再緊張翻咧，就遲咗噶啦。所以呢度咧亦提醒大家，喺疫情我哋到呢一刻仲未有即係嚴重嘅趨勢之前咧，我哋就開始咧。所以你去啲場所咧，都最緊要佢衞生，另外都合法嗱，我講係政治正確噶。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去啲非法按摩嘅地方。嗯，非法按摩。你認為我咁講啱唔啱？唔好去非法按摩嘅地方去光顧啊！可能你開始撳鐘仔嗰一剎那已經領嘢。係啊，即係非法按摩係佢肯定問題，佢肯定冇消毒嗰個鐘仔。係啊，係嘛？啊，所以咧，即係唔係呢個係我哋題外話啦嚇。其實咧，我哋今日最想帶出一個信息俾大家咧，就話千祈唔好鬆懈。因為鬆懈咧，就有機會令你聽日咧，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受到管制嘅，即係我哋受到好多限制。因為點？你個疫情嚴重咗之後，好多嘢你都冇今日咁方便。如果我哋珍惜今日嘅方便咧，我哋唔好鬆懈最重要。好多謝輝哥嘅提醒嚇，好，拜拜。